Why did you lose with it? Why did you fuck with it? Why did
起来。有没有很多粉丝呀？
欣赏最精彩的节目，开开心心的来度过啦。Yeah， 嗨，我们手上还有小礼物呢，想要礼物的，刚刚主持人有说过，记得把你的手举起来，让我们看到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持续保持你们的热情，待会小礼物就会朝你的方向丢过去喽，就。
拼加速的呀，对吧？Thank you.
谢我们的君君啦，第一个阶段的演出啦。